啥？发烧？对啊，烧到青烟呢。我吼是有嘴讲啊无烂，叫伊去看医生也袂，叫伊起来食药也袂。小月，阿姨哦，大伯想听你的话啊，拜托你，你去考考伊，叫伊去看医生，食药好无？无哦，我惊伊烧到头壳歹去，烧到出人命呢。好啦，小妈，无你等我一下，我把这物件收收的，就甲你过。好、哦，谢谢你哦。好，我打电话叫车。好、哦，啊你紧收收的哦。大夫讲，伊毋是爸的后生，所以是小妈甲别人生的。迄人是谁啊？大夫敢知影？爸敢知影？拢是妈走来乱啦，害我即马想要困嘛困袂去。妈敢真正走去甲小叶阿公爸讲，还是伊去抓小叶过来？不用你，我袂当让小叶看到我即马的模样。等一下，你看到大会的时阵哦，你爱叫伊去看医生，上好是你搁带伊去食一顿饭。啊，我看伊倒伫咧眠床顶安尼，唔食唔啉，还一直困，哎呦，会出代志啦！小妹小妹，等一下啦，我叫冠廷过来，等伊到位哦，咱才做入去。什么时阵啊？你叫冠廷过来要创啥啦？等一下大会看到伊哦，心情会搁较歹啊。所以小妹嘛知影蔡大夫介意我。那你我就要小心处理。小叶啊，你也不是不知道大夫的脾气啊，伊哦孤毛啊，佮有洁癖呢。我甲恁爸爸要入去伊的房间的时阵哦，佮爱看伊的面色，啊，起码伊人伫咧无爽快，你佮叫冠廷过来，拜托的，打电话叫伊莫来。哦，小妈，你不是嘛讲啊？蔡大夫今麦咧发烧呢，但是要带伊去病院哦。咱查某人要哪有可能扛得顶当啦？当然嘛是爱冠廷。伊来啊。小姨，拜托的，你会当叫大贵啊？无啦，阿姨，伊即马手受伤，无方便，我来就好啊。歹势哦，麻烦你走一撮。别啦，放心。小妈就讲，即马蔡大夫心情无好，我想讲你两个查甫人啊，较知影，对方咧想啥？够啊！小妈，咱走入去啊。等下大夫看到冠廷跟小叶同齐，啊，万一心情变搁较歹，要安怎？大夫，妈妈带小叶来看你啊。这是我的房间呢，要你来，拢唔免问啥。小妈，啊，你不是讲蔡大夫发烧，困到唔在人？对啊，我来的时阵，你倒伫咧眠床顶呢，啊，叫拢叫袂起来。大夫，你还好吗？我规个人好好，有啥问题啊？不是啊，我来的时阵，你倒伫咧眠床顶呢，我照去帮你的时阵，行行，你发烧啊？那是因为我昨晚无闲，较少晚。早起才睡，当然也叫不起来。敢说你就这样四处放纵啊？我小叶冠廷找来，你就是这款个性，我才无想要回去厝住。你感情不要紧啊，还是？既然你无代志，那我跟小叶就莫跟你聊了。等下，既然拢来啊，我顺续跟你讲工作的进度。
我要讨论公事，你留下要创啊？哦，我嘴大，我来去倒茶，顺便嘛，甲你倒一杯啊。这样。现在养生村第一期已经开始动工了，其他要开发的部分我想要先开发做苗圃，挖出来的土可以废物利用，种一些花草增加收入。你若是没意见，我想要交冠廷来处理。若是冠廷愿意，我当然也没意见。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种的那些花草要卖出去，需要开发客户。不过，这不是我这种一人工作室，我都处理的。开发费用你不用烦恼啦，我们公司会负责。我手头嘛有几个客户的名单，当介绍给你。你就以技术顾问的身份来做，我嘛会跟阮爸讨论，看利润要安怎分。你若愿意哦，来当赚一寡大股，加你经营。你甲看，我甲你讲过啊，蔡大富是阮家上巧的啦。伊毋但搞做生意哦，嘛搞带人做伙做生意。来，哎呦，哎，冠廷哦，本来就迄种花、种草、赚钱的，敢需要分伊打鼓？搁再讲啦，啊伊啊还未娶小叶啊，是安怎爱用着咱娶家的资源啊？种花种草这种物件遐尼简单，凊彩找一个工人就好啊。找伊要创啥啦？爸，我即摆咧讨论公司，请你莫插嘴好无？我当协助恁替恁开发苗圃，不过我袂提大股。我身为小叶男朋友，这淡薄仔代志我也够我都打相共的。我毋是咧替你设想，我是为着公司，我嘛毋是予你好处。我是用专业经营人的角度来看你，分你一寡打鼓，那是希望会当鼓励你用心经营，让你学会晓用头家的角度来看代志，甚至把这当作是家己事业来拍拼。你当慢慢考虑啦，免遐尼着急回答我。阿彪，我的 email 给你，但是看了无问题。我请小叶代表阮公司来跟你签约。我代志，我先离开了。大富啊！这里的房间嘞？你呀，大富啊！好，我这个小弟哦，个性就是安尼啊，做代志拢是快很准啊。你免想太多哦，哎，还有你会当先看过，再做决定哈。啊，对了，你刚有听清楚啊？你总是讲哦，我是你的宝贝小弟啊。不过我已经无法度把你单纯的看作是我的弟弟。你是讲多少天啊？得了分手天啊！我有去你的工作室找你，你敢真正袂记？迄天哦，你有来工作室找我，我那一点印象都无啊。因为你迄天啉到作醉的啊，你敢一点仔拢记袂起来？安尼我一定是啉到足醉足醉的，这啥物拢袂记的。够搞笑诶！黄冠廷，我警告你哦，你是袂当甲别人讲我酒醉，安尼大家误会，讲我酒量无歹。你的酒量哦，真正无介好。以后不准你饮酒，除非我弟的，因为安尼我才法度保护你。啊，我无受人保护啦。我知影你这人真坚强，个男朋友保护女朋友，迄本来就是应该。好了，我知啦，遵命。来来来。
咱去麦当店去做工课啊。行。看起来小叶刚真正啉酒醉啊，我听到蔡大富不是亲手立的代志。